我就讲完了，讲完了。哦。再讲了呢。哦，你这个屋头是谁家？就是这样，你这个刘云龙，你个小笨蛋。我们是一家做饭家的。他没讲了，是咋子说都吃，咋子就不怕，还没那个扒着嘞。好了，干哎！不要管吃完都不要管吃。哎呀，没事啊。啊，咋子还黑了？好。感谢你们就救下来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撒娇，撒娇，老大招来吗？